好啊，今日咧系6月5号嘅星期二得到，咁啊出街就6号啦，咁啊经历咗呢个叫做咧天安门大捷28周年，咁我哋咧其实都唔系去维园咧就庆祝嘅，即系为解放军助威啦，因为我哋冇收到钱啊，咁而且亦都唔系18、22啦，六四嗰日我哋都已经出咗世啦，所以我哋嗰个感受就会深少少。咁啊，今日咧节目咧就有两位比较少上嚟嘅吓，一个 Johnny，系我喺度，hello，系啦，一个就大 N 啦，系，hello，hello。嗱，今日呢啲日子，所以大 N 一定要上嚟。大 N 都好耐冇上过呢个节目，因为冇啊，因为今朝啊，今朝睇 Now 新闻咧，咁有个时事全方位嘅节目嘅，咁啊请咗啲港大学生同埋一个应该系浸记学生，咁啊一睇浸大学生会主席，主席，咁啊奖好似系。看完之後咧，就即刻火都嚟埋，咁啊係咁爆粗，咁啊我老婆話：，誒唔好講咁多，不如今晚你揾下通天菜消消氣啦。嗯，好，咩意思？嗱，咁我哋咧就主持仲有一個雕筆，係，大家好，記憶體啊，係啦，我哋呢個人肉 Google 啊，係啦，嗱，咁今日咧因為大肥咧就嗰個身體出咗狀況。咁啊，所以咧就休息一天。唔知系咪同六四有关啊？六四唔知咧。咁啊，我哋咧就所以咧有四个人喺度啦，今日。嗯。咁啊，即系六四啊，大家都讲讲啦。琴日你哋去咗边啊？我離身先啦，我去咗維園啦。我都有去，係啦。我七點鐘到去，開頭嗰時其實唔係咁多人嘅。維園好少人啊，係啊。我7:00經過咧，個足球場第一個都未滿。嗯。跟住我又行去銅鑼灣，又跟住銅鑼灣就行翻轉頭。系啊，咁啊，雕拔咧，我冇去啊，哦，因为留咗屋企，因为雕拔整亲只脚，所以今日揸支拐杖嚟啦，咁所以咧，乖啲，我整亲只脚都有去，因为佢系啦，咁啊，再年后生啲啦，后生几年啦，所以因为开始好翻啲，所以行得喐，咁我琴日都有去嘅，去咗个几钟头啦，咁之后咧，我晚会开始之前我已经走咗啦，因为太热啦，顶唔顺啊，因为我其实之前以往几年去咧，我都唔入去，即系唔会入去里面足球场坐，净系坐喺侧边啦，外围啦，亦都唔会攞去立足嘅，费事啦，咁啊个个都都留翻俾其他人啦，留翻俾有需要嘅人啦吓，咁啊都唔会用佢嘅物资嘅。嗱，琴日我观察所得咧，就系人多嘅，因为咧我都确实系入咗几年都未试过行得到咁前嘅，因为嗰、那个即系太多人，以前坐得好逼嘅，系啦，所以你系行唔到咁前嘅。但我今次就比较容易就摄咗去前边啦，好容易去。如果我去到当时，我去到如果坐喺足球场咧，我都系坐喺第一个嘅。我就帮手，派传单，就派到8点钟，咁我就入去里面咧，斯然去到第三棚嘅后面，系都我谂住，唉，大镬啦，系咪后面6个位咁6场啊嘛？咁我谂住死啦！而家8点钟嗰阵时候应该系7:50到啦，咁啊去到第三个先就系，系佢系8:30先至正式开始。咁八点啊？八点咩？但系佢好似点立足，好似8:00几噶咯，好似八点都几准时熄灯噶啦。哦，因为佢熄灯嗰个 moment， 我就啱啱影咗张最后一张开灯嘅相，跟住就变咗系点立足啦，点立足噶啦。嗱，因为咧即系关于六四啦，咁我哋讲真，我哋唔系18、22，六四当年咧，我哋大家都出咗世啦，咁咪雕拔啊，同埋大恩就年纪啲大少少，有翻咁上下啦。所以今日我都数即系好主动话嚟呢度啦，因为其实我都想见证翻，话翻俾你知，大家知，即系当年我哋嘅感觉啦，同埋雕拔都系咪啊？咁我谂我同你都系企埋嗰边噶啦。咁其实因为嗰阵时咧有100几万人。即係百幾萬上街，上街啫喎，成個中環基本上逼爆人。同埋嗰陣時係想講翻啦，我哋嗰陣時基本上身邊所有人係都係企喺學生嗰邊嘅。係，基本上所有人都被動員，因為嗰一次係一個唔係被動員，而係。都會點，你點都會牽涉入去，因為實在太實在比起你，如果你就算比起雨傘運動咧，佢都係厲害得多的，厲害好多倍。我都覺得，你諗下啦，當年啊，文匯大公嘅記者全部都係單方面支持學生嘅，冇錯，冇人支持李鵬嘅，冇錯。要開埋天窗，你諗下啦，喂，呢啲係共產黨嚟㗎啦，新華社。除了當時黨部都唔係，嗰個係邊個？嗰個係咪許家屯啊？
李家團收嚟借，借咗許家團咯。係咯，李家團後屘走埋佬，許家團啊！我最記得嗱，反而有啲民生嘢咧，我突然間嘅俾你講講，諗翻起咧，我嫲試過有兩次擲米。哦，咩叫擲米咧？咁大家可能唔知啦。而家去買米啊，走去嚇超市買啦。咁以前我擲米咧，真係有個麻包袋咁啊。咁點解擲米咧？惊冇得食啊！惊咩咧？惊乱啊！哦，系啊，嗰阵时就有两次超级市场就扫。第一次咧就系大最富人跌低嗰次，即系八三年即系美金跌到差唔多$10嗰次。系啦，同埋83年9月份就觉得好似前途暗淡啦。咁另外一次咧就系1968。嗯，我阿嫲都买咗好多，谂住即系担心去超市又买罐头、买干粮。我就知佢掟咗米咯。我哋嗰时都因为我哋住新界区嘅，都仲系靠嗰啲即系嗰啲米铺啊啲咁咧，即系个麻包袋。麻包袋咁样。嗰啲罐头咧可以乘机喺嗰度。即系有呢啲恐慌，我对上一次谂起就应该沙士噶咯。冇错，其实沙士鱼比起当年都仲冇得比。当然啦。我想讲咧，最紧要就系咧，就系话嗰阵时我哋咧系成晚，我谂全香港大部分市民咧系冇瞓仔嘅。嗰晚係睇住成件事點樣發生，都唔單止嗰晚，根本之前嗰幾個禮拜都係前幾日都唔會。但係好關心嘅。6月3日嗰晚咧，我哋最崩得最緊啦，因為知道上高開咗槍啦。同埋嗰陣時咧，啲消息咧，反而嗰陣時咧，傳到滿天飛㗎。嗱，以而家嘅科技嚟講，應該而家係睇得更準確㗎嘛，係咪啊？但好奇怪嘅喎，但係嗰陣時我睇嘅畫面係比而家嘅多咯。你大家冇反思呢個問題？因為咧，當時啲記者真係搏曬命，佢哋全因為點解咧？原因六四係可以留到咁大量證據咧？啲人話：點會當時科技咁差，點會留到啊？原因就係嗰陣時戈爾巴喬夫訪華嘛，係嘛？蘇聯領導人係歷史性好幾廿年之後訪華嘛，對上一個係克魯曉夫定係邊個啊？總之係隔咗幾十年，蘇聯再有領導人訪華，咁而且5月初訪華嘅，所以當時所有記者留低，跟住咧就爆，跟住啲學生嘅運動就越嚟越大鑊啦。跟住到到趙紫陽去見學生，啲記者全部留啊，全世界記者都留低曬喺北京啊嘛。好多國際記者喺嗰度，好多人香港嘛，全世界嘅記者都喺曬北京啊嘛。所以你會見到西班牙記者又影到咩相？美國記者全部都係佔據住喺譬如長安街嗰啲附近，有當時啲屋未拆曬噶嘛，仲有啲屋或者有啲高樓或者住酒店，當時佢哋譬如住喺長安街附近嘅酒店，全部都影到曬噶嘛。係，係咪先？所以好多而家反而即係香港有啲人咧，即係由嗰陣時啊。我絕對相信，而家反對嗰啲咧，即係話，冇事嘅，冇發生過嘅，你點知嗰啲咧？其實當年其實一齊係經歷過，一定係當時全香港幾乎一面倒。你唔係好，你有冇發覺啊？逢係講親嗰批咁嘅理論嘅人咧，其實而家反而好多都係以前嗰陣時咧係經歷過，佢哋知道係真相嚟嘅。至於點解會 spin 咗去嗰邊咧？其實利益咯，一係就利益，一係就我唔知道做咩啦，食咗啲咩藥令佢哋懵仔軟咁樣，好似真係 spin 咗過去。包括我身邊有啲同學啊啲咁咧，食咗忘記藥。即係好似同學咁，我都我好似都講過噶啦，話有啲又話信佛教，又係咩信宗教嘅同學啊嘛，又話佢喺我哋個WhatsApp 群組度話，你見過軍隊殺人咩？你親眼見到咩？又係呢啲歪理咯，個個喺度睇到噶啦，唔係即係咁講，佢成日用呢啲咁嘅歪理，即係呢叫細路仔邏輯。咪南京大屠殺，玩口水啊？咪就咯。見到日本人親手殺人咧，我冇見過啦。我都冇喎。咁啊真定假？咁金正恩你見過未啊？係啊，好多嘢都冇親眼見過。係咯，量子你見過未啊？係咯，空氣你見過未啊？你都未見過，全部都見過冇噶嘛？呢個世界咁嚟摸咁噶嘛？當然我咁講完之後，佢 dead air 咗啦。係啊，嗰位女士咁跟住我，你都 quit 埋個 group 嘅。都费事同呢数太低，真系太低，咁快咁容易 KO 到。其实咧，即系因为佢啲逻辑太幼稚。冇错啊，冇错啊。所以我觉得真系奇怪，点解香港有一班咁嘅人啦？咁当然啦，呢班系一班我哋叫做蠢人。就算唔蠢咧，因為老實講啊，大陸俾嘅利益實在太大啦，令到咧好多人咧係轉咗態嘅。你而家好明顯。當年譴責嘅最明顯嗰叫梁振英啦，登報紙添啦，係咪？廖忠有份㗎，好多都有。廖忠喺城市論壇講嘅添。
喂，到梁振英，喂，佢后屘调翻转头讲喎，点解邓小平唔系应该攞诺贝尔和平奖？如果开枪都攞得，咁好等攞得啦，系咪啊？希特拉都得啦。同埋嗰阵时，我哋香港咧系全部人系，即系系全部系一面倒，一面倒，一面倒企晒入边。唔系你谂下啦，连大公报、新华社，即系共产党喺香港嘅人都反对。系唯一有一个我冇记错嘅话咧，嗰个叫廖瑶珠。哦。佢係講反話，哦，跟住我哋全部人一齊屌佢，屌佢爛。哦，係啊，廖瑤珠得一個講嘅啫。嗰陣時有個菜單啊嘛，清蒸小李鵬，吳意開禧芝麻糊，有個瑤珠西米露啊嘛，就係佢。嗰個叫吳意開禧芝麻糊。係啦，咁最緊要就有廖瑤珠喺度，就係因為瑤珠西米露啊嘛，就係講就全席戒嚴。係啊，全係啊，類似啦，因為我都唔記得咗啦，裡面內容。但係仲仲有一個咩啊？阿咩乜？我即係以我哋嗰個年代最記得嘅，仲有阿袁木啦。哦，袁木係袁木係政府，係北京政府嘅人，乜都冇發生過啊嘛，話唔係有佢講咧，大學生死咗23個，所以叫袁廿三。係，所以香港就有23條啦，你要鬧23條啊。係咁啊，唔係講唔關事嘅，咁啱嘅啫。咁啊，廿三。喂，有時話我最近去咗美國打緊高爾夫。那幅相不知道是幾時的呢，但我就知道他那對 Golf Cup 是十幾萬的，要不是，我忽然間見你們三個說得那麼熱烈，我就覺得呢，就是悼念六四是有其意義的，因為呢我呢都是當時年紀都還比較小，所以呢你們剛才說的東西我是沒有 idea 的，我不出的，其實是知道是即全部都是家人跟你讲的，你是怎样得知的？我知道那时候我读紧小学，即我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。我还记得，但我就不会好像你那样知道那么详细那些。那时候落紧不知道三号风球定几号风球？八号。八号风球添啊？系八号风球。呢个五月尾嚟嘅，应该是五月十九号八号风球。哦，你就去了新华社，嗰几万人四万人到啦，新华社。跟住到第二日咧，就五月二十号咧，就扑晒出嚟啦。礼拜日嗰日，好似就系去咗中环，就百几万人嗰个啦。嗰次系第一次，嗰镬真系其实跟住跑马地咧，跑马地已经系六四噶啦，已经出咗事噶啦。跑马地其实搞咗两次嘅，一次咧就黑色大静坐，另外一次就嗰个民主歌声献中华，嗰个就嗰啲全香港嘅歌声喺齐度噶。你觉得基本上好多啲而家投共艺人都喺度，全部喺齐度。喂，大佬，连马会都租俾个唔系租啊，俾个场地你。系啊，你谂下，而家你点想象到啊？系啊，而家马会，而家维园都唔俾啊。搞回归游行，搞回庆回归就会叫啲大妈入去跳舞就得。系，因为当时始终系港英政府，咁你一上面殺人嘅北京政府，直接冇辦法直接命令到佢嘛，而且你諗下，連香港幹部都反埋一份，係咪？但係嗰陣時嗰啲藝人咧，即係藝人咧，即係企人邊嗰個，百分之一百喺曬度㗎，冇一個唔出嚟㗎。其實佢哋咧叫落錯住，佢當初係以為咧天真到咧真係可以變天，係，但係什麼？哎呀，大鑊了！我諗佢哋唔係諗住可以變天嘅，你起碼係唔係當時你道理嘅嗰方咯？出於人，即係良知咧，其實個個出嚟嘅。不過你話事後有啲人因為錢而收咗聲，喂，黃沾都翻大陸啦，黃沾都俾人收買咗啦，係嘛？喂。除了倪匡之外，今夜不設防嗰啲全撚部都上曬去啦，上曬大陸揾食啦，係嘛？蔡瀾唔使講啦，咁啊黃沾上大陸揾食啦，係倪匡唔上去啫嘛。倪匡唔上得噶，佢亦都唔會上，佢亦都係咪先？嚇，咁不如講喂，我哋其實今日主要咧。重头戏嘅，想招呼下啲学生，我哋咁乖仔，唔系当年嗰啲学生啊，唔系，咁我讲下，因为今日我嚟咧个原因咧，今日都好多人招呼佢哋嘅，唔争咗我哋，我哋系啦，因为其实都冇咩喺我自己节目度讲粗口啦，系嚟呢度先可以讲下粗口啫，冇错，大家想听下，我冇理由讲下生意讲粗口噶，可以噶，可能好多人听啦，嗱咁其实今日主要咧都系有两个啦，就嗰、那个嗱、今日有三个嘅重点系。啊，咁我睇down新聞嗰個啦，朝頭早。如果大家可以，唔知有冇得睇翻途徑即係 recap 翻嘅咧，睇翻佢就係港大。其實佢講嘢嗰陣時候口窒窒嘅，係企喺何俊仁隔離咧。如果你睇翻啦，你會知道成件事咧，佢即係歪理，即係又係嗰啲啦。我嚟呢個紀念咧，就唔可以因為即係唔可以膽拖。要紀念一個中國人嘅，巴拉巴拉，自己睇翻嚇。總言之，啲歪理就。咁我睇完之後咧，咁我綜合咗幾點，咁啊，其實第一嚟話，喂，如果咁，以你所講，你咩中國人身份論啊啲咁樣，咁喂。
恐咩呢個呢、這個耶穌關咩事？我諗佢哋嗰啲反對悼念六四嘅人，其實可以嚴格嚟講歸分做兩大類、嗯、一類就係啲所謂反本土主義啦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唔認我係中國人嗰啲；另一類就係、是、好憎支聯會同民主黨嘅。其實我以我自己個人啊，我都唔中意支聯會嘅。咁但係我哋都唔知道，大家如果有聽開我哋節目，都知道我哋都經常批評呢兩個組織㗎啦，係咪？由2011年開始政改嗰陣時，即係就開始已經鬧㗎啦。從來對支聯會都係好反感嘅，從來冇好感㗎。但係對一個紀念一個叫咩啊？俾人哋捅殺屠殺嘅一個紀念活動係冇 conflict 㗎嘛？唔係即係話咧嗱，希特拉都死埋自殺埋，呢個納粹德國瓦解咗。咁幾百萬猶太人咩屠殺，關你啲其他外人咩事呢？但係啲人都會紀念呢件事，同埋呢你會有所警惕，冇錯，防止希特拉呢種咁嘅人再出現。仲有一樣嘢，你唔會因為人哋紀念你鬧人㗎嘛？係啊，係呢個絕對。你放曬啲精力走去鬧人去紀念，係啊。但你對除咗法西斯、那個、除咗法西斯之外，我諗冇人會咁做啦，係咪先？係呢個肯定㗎啦。咁呢樣嘢都講啦，有冇警惕作用啊？而家在於係啊，即係對呢件事，你當佢歷史又好，一件事又好即係咧，你始終咧，你話啊，我哋唔認係中國人。喂，良知咧係冇國界分嘅，冇錯。一個人有冇良知？喂，你見到一班人係一班手無寸鐵學生俾人屠殺，係嘛？無論係點嘅情況，你都會值得去思考呢個問題，唔係話我哋反。仲纪唔纪念佢冇休止符嘅呢个世界？你估话出年会唔会佢哋话咩啦？话可能冇啦，出年销声匿迹，出年销声匿迹。但唔系噶，佢而家话出年再讨论啊嘛。出年几时轮到佢啊？出年边个补佢啊？喂，老实讲啊，成个本土已经沉晒底噶啦，而家都会报嘅。你讲呢啲嘢，系德班人喺度打飞机嘅。但系佢哋而家嘅论点论述咧，同几个人好有好吻合，好相似。叶普成啦，叶普成讲嘅嘢就系呢啲嘢嚟噶啦。喂，以前情因我讲出嚟，俾人围屌系嘛，封冚咁屌。喂，原来叶普成同埋呢个高达斌啊，同埋呢个陈果文系同一路人嚟嘅，李思燕全部系同一。但嗰啲卖相唔得啊嘛，而家换咗啲学生哥嘛，换啲大学生啊嘛，好似有啲光环咁嘅。个青靓白净咁啊，搵啲学生系嘛，咁啊咁啊得咯。不过咁，有啲港珠家长咧，佢话嗱呢啲天之骄子嚟噶，讲大难入噶嘛，咁佢哋讲嘢都应该有啲道理啦。即系嗱，其实我哋呢啲明眼人，梗系即系都叫知啊。但其实有好多人，咁佢哋去屌李国章，你又话佢唔啱嘅，但系港大嘛，因为李国章系比佢更有光环哦，因为李国章嘅老豆系香港维持会嘅会长，系嘛，系嘛，系四十年代日军控制香港嘅时候，佢系维持会会长嘛，嗱，系咪嗰个啊？系咪讲嗰个李国章啊？所以咧，啲人就系咁样噶啦，见高拜见低，就系佢系睇呢种咁嘅血统啊。我哋要统，我哋统一啲噶嘛，系嘛？如果你话港大啲学生系天子门生精英，咁佢屌李国章啱噶咯，系嘛？佢咁顾佢好啊，或者我跌卢重茂应该系啱噶，呢个事咁啊，梗啱啦。冇跌卢重茂要更正，呢个卢重茂自己插水嘅系，好似直升机咁垂直升降咧，唔系下降啫，冇升，我系垂直下降啫，下降啫。嗱呢啲咧，大家听下 Alex 嗰个节目讲嗰啲咩舰载直升机啊、战机咧吓，垂直升降。好难的啊！咁我哋高科技，高科技。讲翻佢嗰度啦，咁佢哋话咩中港区隔嗰啲咁咧，即系唔关佢事，唔关佢事咧。其实咧，如果我再细分嘅话咧，喂，可以香港分区得噶咯，要咁讲。如果如果佢哋讲个本土系成立嘅话咧，嗱，我住北角嘅，咁我应该主张北角优先，系嘛，系以北角人嘅利益为主，冇错。咁如果你有好港大学生喺薄扶林俾人鸡奸，咁关我咩事咧？系咯，你又唔系北。不你不会讲句话此情不在咁样，唔系咧，关心你大学生俾人鸡奸，此情不在，查下 K 关唔得啦，下次系咪先？唔系，如果依照佢哋嘅讲法咧，咁就呢个佢哋叫鱼蛋革命都此情不在噶啦。喂，嗰度旺角你咪关我咩事啊？关我北角嘅咩事啊？系咯，而家北角优先啊嘛。唔系，即系如果按呢个讲法 ，point great again。唔系，如果用呢个 point 嚟讲话，佢哋自己要撑翻自己嘅社会运动都实施唔到嘅。实施唔到。当有人觉得我同嗰件事系。好远离嘅，我对嗰件事此情不在嘅时候咧，咁又会有人话：，我唔会讲嗰啲嘢噶。喂，雨神革命都此情不在啦。同埋呢个龙系任你搬噶嘛，我今日分区，听日可以分性别，后日可以分区，分区都系无限分嘅。黄大仙上村、黄大仙下村都可以分噶。同座系
仲有冇錯啦？跟住再分座，英皇道同電器道啊，都有呢啲道路之爭啦，係咪啊？哦，你係英皇道啊？屌我住電器道喎，英皇道俾人雞奸關我鳩事啊！系嘛？我住呢个咩北角咩嗰个马宝道啊，同我住呢个银咩成坤成坤广场广场关我咩事啊？系啊，喂，仲有、哦，如果佢咁讲成立嘅话，喂，嗱，老实实啊，同学仔，我住 A 座噶，你住 B 座，你咪拎过嚟添啊 ！A 座优先啊，同学仔啊，喂，耶稣关你卵事啊？此情不关啦，此情不在。喂，耶稣嗰个出身地方系恐怖分子家乡，冇错啦。呢班耶稣都系恐怖分子嚟噶嘛？佢 ISIS 之父。他是第一个反这个传统建制，是啊，他第一个，不是咯，够晒反叛，不是咯，或者哈马斯咯，咪就咯，反他，同埋他是鬼佬嚟嘛，系咯，咁你放嚟放佢嚟把捻啊，唔系都唔关我哋事，系嘛，咁仲有一个啊，四月初扮佛诞啊，嗰个摩罗叉嚟，嗰印度人，我哋放咩假啫？你记住啊，嗰几日你一定要翻去啊，系咪啊，补足咁多日课添啊，你，我哋有乜理由摩罗叉生日放假？复活节系啦，复活节系嘢，复活节更加啦，系咯，圣诞节啦。系啊，佛誕啦、啊，佛誕仲有咩？你再講，而家香港係冇咩端午節，端午節中秋節啦，端午節我哋講噶啦，上個禮拜。農曆你放咩假咧？農曆端午節中秋節啦，啊舊曆新年啦。其實得一個節可以放，就叫七一回歸。嗰、那個就不得喎，嗰、那個就都有一半係因為共產黨賜俾你喎。係啊，我屌你都唔放定。喂，咁你咪翻到中，應該唔係唔係放半翻半日。一半啊嘛，咪放半日咯。咁啊，十月一号你照翻工咯喎。咁咪系啊，呢个系啊，呢个系噶。嘛，系咪先？如果你数香港十七日公众假期，你都好大镬。数唔到边日，翻唔到边日系放。你真系好大镬啊！十七日公众假期，你真系清明重阳呢啲翻够晒啦。边日同本土有关冇喎？冇好似冇喎。重光而家冇得放，冇得重光，冇咗好耐啦。孙中山寿辰有假放，英女王生日有假放，嗯，系咪？咁你香港重光纪念日有假放，英联邦日仲有个。哇，其实调翻四日呢啲假期，除咗冇假放之外，其实佢哋好无聊喎，都喺咬手指。喂，嗱，有咩关本土事？纯本土啊，系。完全數唔到幾多，佢冇嘢好做喎，真係數唔到幾多所以咧打飛機咧，所以佢哋話咧，做呢樣嘢咧會誒唔係我哋嘅 first priority 啊嘛，咁。其實今日阿何長都問佢，咁你分唔係另外一個，你嘅識嘅，咁唔係啲嘉賓都問佢，另外一個都話，喂，咁你 first priority 係乜嘢 ？Sorry， 係嘛？咁啊呢節時間原來完咗啦，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討論啊。好。